我今天呢，我就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去分类，根据当下中国书坛草书创作的实际，草书审美的取向，将草书分为四类。第一类，精草。精草，你可以说是小草，啊，它是一个意思啊。我们喜爱草书的人很多呀，喜爱精草的人尤其多，啊，刚才说了，每次大展，我去当评委，这个全国展览、全国性的展览当评审，因为这次数很多嘛，无一例外，精草作品占有很大比重。这个精草啊，看上去是指对楷书和行书的一种快写，或者说看上去是楷书和行书的后代，是楷书的孙子，是行书的儿子。一般人是这么看的，那个楷行草嘛，站立跑嘛。我过去80年代写过一篇小文章，在我们的小小的刊物上发表，那时候我就这么想的。这个楷行草相当于人的一个这个成长史上的那种立走跑的关系啊，当然这个关系现在我也这么认为，还可以这样叫做循序渐进，还是这个关系，这个没什么错。但是呢，实际上从书法的演变史我们看得出来，其实草书并不是行书的儿子，也并不是楷书的孙子，对不对？草书的形成比楷书早，行书更是，你还是晚辈啊。行书还真是楷书的儿子，但是草书不是他的儿子，他是他的祖宗啊。对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我们一般这么认为是从他的体态上去看的啊。这个草书和楷书有相似相类的地方啊，他们又几乎在相同的时代形成啊，所以人们将楷书草书视为是一种正负体的关系。好像草书啊，你看唐代那个草书啊，好像就是唐楷的附体啊，实际上也不是这样。我们不必纠缠精草名称的来历，我们只要知道有那么以下几点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第一点，就是在很长时间里面，章草和精草是并行共进的，它们互相影响着，是草隶演变的两种形态啊。章草和精草是草隶演变的两种形态啊，古草也是精草的源头，古草也是精草的源头。我们现在讲的是精草，那么古草也是精草的源头，并不是楷书是它的源头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是第一个，这一点你要注意就行了。第二点是什么呢？是章草的实用性减退之后，精草取而代之走上了历史舞台。章草形成在前，精草形成在后，这没错，他们两个是并行共进，但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。但是最后呢，精草取代了章草，章草渐渐的退出，而精草占据了历史舞台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精草的定型期在章草之后，这个当然第二点里面已经说到了啊，这是强调一下，定型期在章草之后。第四点是章草
比荆草成型早，而荆草比章草更兴盛。这个为荆草走向成熟做出最大贡献的王羲之，其实章草写的也很好。他为了把这个章草和荆草区分得更明晰啊，他做出了巨大的努力。这是王羲之出自王羲之一人之手的两种草书，这两种草书实际上是完全体式都不一样。这是荆草，一个十七帖，这个章草，一个抱卢帖。王羲之写章草写荆草都这么精美，但我们不要忘了王羲之啊，他的前辈是什么人？是一个是钟繇，一个是张芝，这些人其实都是王羲之老师，当然还有魏夫人。这个钟繇和张芝啊，这都是荆草，甚至被认为荆草的那个草创者。荆草跟章草相比，它那种个性化、艺术化的呈现，那种风格面貌特别多，啊，字形点画风格是多样化的，章法上更是出奇生巧。这是那种荆草啊、小草啊，不同形式、不同章法、不同风格面貌的三个。善于贴，大道贴，这个德式贴。就是说古代这个荆草的名碑名帖啊，呈现了多样化的个性表现和形式表现，而章草相比之下显得稍微单调一些，品种少一些，因为它的这个所占据的历史时期也相对短一些。荆草的点画形态相对应的是这个楷书，刚才说过，荆草的点画形态相对应的是这个楷书，点画形态相对应的是楷书。它最大的特点是书写的连绵环绕性加强了，字与字之间时有应带，甚至字字相连。荆草和楷书的对比，这是书谱荆草，字数告深，楷书。从点画的形态上，在字形上看，它相对应的正书是确实是楷书。你肯定不能把这个书谱跟隶书连扯到一起，尤其不能跟篆书相关。你看它就是楷书，楷，所以说后人把它作为把这个荆草当成是楷书的后代，那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啊，有点道理。这就是我们所要讲的啊，这个荆草，这是一大类，而且是现在我们运用的最广泛的啊，爱好者占的比例最大的，这个从事者最多的这么一个书体，荆草、小草。第二种章草了，在有章草的时候，其实还没有章草的名称，那是
那是后来出现金草了以后，为了跟它区别才给命名叫章草的。啊，名称在后，它的字体在前。具体的说呢，这个章草呢有那么几个特征。第一点就是它这个横画捺画带有明显的隶书的大玻璃的这种形态，就是我们说的燕尾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字与字之间不相连，一个是一个，还带着正书的排列方式，一个一个的写。第三点就是起笔直接入纸，它不再做隶书的蚕头状。第四个就是它的形体已不全像隶书以横扁取势，而是兼有纵式的长形。第五点，大幅度简化了隶书，相邻的点画连写省略。这个五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章草的一些基本特征。古代书法实用性是放在第一位，所以当书写速度更快更流畅轻灵的这个多字相连的金草出现之后啊，这个章草就渐渐失宠了。因为书法古代书法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啊，他这个写草稿的时候，写这个信函的时候，他更流便更轻快啊，可以几个字连在一起这么写的这种金草出现了以后，哎，这个章草就渐渐就失宠了，不用了，弃用了啊。那么在东晋以后的漫长岁月里，章草这个书体啊就若隐若现啊，几乎就派不上用场了。哎，等到书法艺术华丽转身之后，我所说的华丽转身，实际上就是我前面说到过的，书法从古代的实用功能向现代的艺术功能转变之后，书法从一种带有实用性的这个一种这种人际交往的一种工具方式，变为了一个陶冶人心灵的艺术品，成为一门纯粹的艺术。书法这个时候它叫做一个华丽转身，我认为是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章草啊才得以重见天日，枯木逢春啊。你们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，枯木逢春啊，在近代以后，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它被人遗弃啊，基本上是让人家遗忘啊，就是置之不理啊，这个束之高阁。哎，等到书法成了一门艺术之后，章草开始蠢蠢欲动，得以重见天日。这是我对他的一种这个一种理解啊。这个现在呢，这个章草的这种高古朴拙、含蓄细腻的风神，重新又招致许多书法家的青睐。哎，当代的书坛习章草者越来越多，这个章草的数量、作品数量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。我觉得章草目前大有与金草分庭抗礼之势。
第三类就是狂草。狂草呢也可以说大草，这东西不要去计较它啊。大和狂虽然有一点区别，但是也基本相同啊。你大到极致就是狂啊，啊，你狂的不够就大呗，差不多。那这个历代的书人和学人把这个草书分为章草、经草两大类。哎，这个经草中又包括小草、大草和狂草，这是过去这么分的。它这个小草、大草、狂草又统称为经草。哎，我呢现在是想站在我们当代书坛的这种创作现状的那个立场上去分，我把大草和小草分开，分开，啊。当代书法的创作，尤其当代草书创作，从多年来大量的草书作品给人留下的清晰的形象，这个草书形象，啊，就是那么几种，啊。清晰的，我们在评的时候甚至可能会这样考虑问题。你比如说全国第二届草书大展，比如说这样的展览就是专门的草书展览，我们就会想，我们评委就会在一起议，哎，不要落下了汉草，不要落下了章草，不要落下了小草和狂草。在经草当中啊，形体较小，字形大小相当的，笔划虽省略但易辨认的，笔势较为内敛安稳的，结字较为工稳端正的，行列较为整齐分明的，这个叫小草。那么在小草形制的基础上，形体更大，字形大小对比强烈，啊，点画更简省，笔势更放纵，结字齐正相生，行列并不齐整，这就是大草。那么比大草更随意、更难辨认、更无行无列、基本忽略点画的细腻精微，这就叫狂草。大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区分，哎，那么狂草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特点就是整行字一笔书连绵不断，第二点是经常一个字占一行，第三个特点是大小字错落相接，第四点就是行列不分，上下左右穿插腾挪，第五点叫做墨省淋漓呀。当代的书法创作大草狂草已经完全改变了古代文人偶尔为之啊，少数人为之的状况。
就当代书坛啊，改变了。狂草在古代只是文人间少数人偶尔为之的这么一种状况，现在的狂草可不这样了，有一大批人在做这个事情。哎，它渐渐成为了当代书法创作的一种重要形式，啊，重要的、主要的，甚至是表现手法，在草书创作里面，甚至成为了一个主要的表现手法，它可不是偶尔为之的问题，啊。我可以讲，草书在当代草书创作当中，几乎成了主角。叫狂草啊，狂草创作成为了当代草书创作里面的一个主角。哎，刚才我说了，荆草就是那个小草啊，小草是量最大了，章草是这个有崛起的迹象，那么这个狂草它是一个主角，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。我说它的主角，它不是因为它的量取胜，是因为这个狂草的一种外在的视觉冲击力，以及它的尺幅的巨大，给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。这是陈洪武先生的，陈洪武先生的狂草作品。陈洪武现在是中国书协驻会的秘书长，这个人按说是非常严谨的，平时写行书写的比较多的，而且非常注重点线结字的精到和准确性，他是很讲究很到位的一个人，不管在工作上生活中以及是艺术创作上啊，行文作诗等等，他都是非常讲究的。可是你看这个草书作品，应该是我看到他的草书作品里面比较的豪放的一种，哎，那种线条的摇摆啊，那种行列的正斜啊，字的大小的对比啊，疏密关系等等，都有别于他以往常态下的那种作品，哎，这在他来说，在我看来，那是偶尔为之的。狂草集所有辩证统一关系于一体的，能够囊括万书裁成一项的一个书体，啊，它是真正的凝固的音乐和纸上的舞蹈。所以狂草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。第四个类别，汉草。我说的汉草不是说章草，我是说章草名称出现之前的早期的草书，或者说章草成熟之后仍然存在的汉草的一部分。从流传至今的这个汉代简牍草书作品来看，这是一种草篆，也就是汉草，这实际上这是一个极为珍贵的、非常有味道的一个陶刻的文字拓片。这个字啊，苏字，这是个解字，这是个围字。汉草的基本特点，第一点，隶书草书混杂于一篇章；第二点是，一字之中半隶半草；第三个是草字当中夹杂着一两笔隶书的变化；第四点是体式纷乱而不统一；第五点是一字多体，草法各异；
第六点是夹杂着篆草的形体。草书的分类四类：小草、章草、狂草、汉草。就这样介绍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